今年三月，沿着新北市最优美的万里金山海岸线，才刚刚举办完第20届的万金石马拉松，终于得到了世界田径总会的认证，成为全国唯一的金标签赛事。谢谢我们中华民国田径协会，以及谢谢金山万里石门，还有新北市的所有的团队跟市民们的支持，我们是全国唯一也是第一的马拉松金标赛事，要落实新北市永续环境，所以在赛事的比赛过程当中，选手的跑衣可以用回收的材质，包括医保袋跟环保袋变成两用。不只是全国唯一，万金石马拉松也落实环境永续，申请到国际责任运动标章、活动永续管理系统认证和产品碳足迹认证。从活动规划、办理到后续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因为每一个标签的认证，除了我们赛道要标准以外，以及我们医疗配备要完善，更重要的，要有新北市的所有的社区民众能够在沿路给予分享参与，让这种赛事不但是有山海之美，更重要有浓浓的人情味，也融入了所有社区那一股翻新鼓舞的力量。其实不单是一个赛事，它也是一种健康快乐有希望的城市的一个未来的象征。2023年的万金石马拉松将在3月19号在万里开跑。今年的欢乐耶诞城运动派对也安排新北市的多位运动明星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可以透过万金石的官网和脸书粉丝团来查询。记者王淑明，新北市报道。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